怎么分辨真假有钱人？比如说在一个饭局上坐一圈人，怎么样一眼就能看出来哪一个是真正大佬，哪一个是装有钱的人？第一种啊，上来就疯狂发名片的，一定不是真正的大佬。大佬出门啊，都是不带名片的。上来发名片的啊，不是搞销售的，就是干业务的。这种人啊，一般功利性很强，没有什么社会层次。第二种啊，就是疯狂扫码的。真正的大佬啊，坐在那儿是纹丝不动，稳若泰山。大佬是不会主动向下兼容的，他不在乎交不交朋友，人家吃饭啊，就是单纯的开心。疯狂扫码的不光功利，说明他在创业的早期他没有什么社会资源，急于拓展社交关系还有人脉。第三类啊，就是玩命敬酒的。敬酒这事儿啊，太有讲究了，什么时候敬，在第几轮敬，敬多少，先敬谁后敬谁。如果上来啊横扫一片，拿酒场当战场的，他可能不仅能力一般，而且天资悟性包括他的情商啊都不高。聪明人啊，是先看完了，该敬敬该回回，一定要懂得啊收缩自如，而不是啊当玩命三郎。